近日，杨超越现身抹活动，一袭抹胸裙秀香肩，卷发红唇魅力满分。这次亮相的杨超越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时尚品味，更是散发出了成熟女人的魅力。活动现场，杨超越身穿一件粉色抹胸裙，裙子的设计简约大方，将她的身材完美的勾勒出来。裙子的领口设计较低，露出了杨超越迷人的锁骨和香肩，让她看起来更加性感迷人。此外，裙子的腰部还有一条蝴蝶结装饰，增添了几分俏皮可爱的气息。在妆容方面，杨超越选择了一款大红色的口红，与她白皙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让她的嘴唇更加诱人。同时，她还搭配了一款卷发造型，让整个造型更加具有层次感，卷发的弧度自然流畅，为杨超越增添了几分优雅气质。活动现场，杨超越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谈到自己的穿搭心得，她表示，我觉得女孩子要学会展现自己的魅力，而穿搭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我比较喜欢简约大方的款式，因为这样的衣服可以让我看起来更加自信。此次亮相的杨超越，无论是从妆容、发型还是服装搭配上，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时尚品味，她的美丽和魅力也得到了现场观众和网友的一致好评。有网友表示，杨超越这次的造型真的太美了，完全颠覆了我对她的印象。还有网友表示，杨超越越来越会打扮自己了，希望她以后能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。事实上，杨超越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时尚品味，从出道初期的甜美可爱形象，到如今的成熟女人范儿，她的成长和变化都让人眼前一亮。而她在穿搭方面的不断尝试和突破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自信独立的杨超越。除了在时尚方面的表现，杨超越在事业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作为一位歌手、演员和主持人，她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，尤其是在音乐方面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成功发行了多首单曲，受到了业内人士和粉丝的认可。总的来说，杨超越这次穿抹胸裙秀香肩的造型，无论是从颜值还是气质上都让人惊艳。她的美丽和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在成长过程中的努力和蜕变。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杨超越会在时尚和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